今天就是我们的那个 chocolate milkshake， 还有那个抹茶，就这两样。我们主要材料是有鲜奶、瓦尼拉 ice cream， 然后还有那个抹茶拿铁，还有 hot chocolate。所以我们首先是来做一下 hot chocolate 先。所以但是这个冰块呢，它是个人喜好，如果你想要浓一点的话，你可以放少一点冰。我是建议放在差不多百克的冰块这样，然后放整个两汤匙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冰淇淋，我们用这个冰淇淋刮开个两汤匙这样。当然如果你喜欢冰淇淋的话，你可以刮三汤匙没关系。然后我们拿去打，搅拌均匀过后就可以了。